大家好，我是大热门的书编。那之前大家都跟我要礼物嘛，所以我帮大家争取到 Only One 一件 L 号哦大热门特别 T 恤。那要怎么得到呢？你在下方 YouTube 我们这则影片下方留言，猜测第二届猜歌王的冠军是谁。那如果你猜到，那我们就把这件抽出来送给你，随机抽选，随机抽选。但是因为它只剩下一件，所以 L 号有点大，你先斟酌看看。那女生可以穿 oversize， 男生应该都差不多，应该是可以穿得下。哎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 FB 粉丝团跟追踪我们 IG， 欢迎来抽。